好，来，各位你看哈，例如说，我以这个圆啊，我把它复制一下哈，复制过去。好，然后呢，这两个圆是一样的哈，那么我们把它呢连起来。我们呢，模拟呢各位所画的题目作业了哈。好，然后呢，我们把它修掉，修来不要再修剪掉哈。TR，Enter，再 Enter 两次的 Enter，不要的先丢掉啊，修剪掉。好，请我们要把这个图形往内偏移，比如说十好的，往内偏移十，来各位请看，给它 O，Enter 一下以后呢，先给它十。Enter 一下以后呢，选到一条线往内吊着嘞，选到这个弧，哦，圆半圆往内吊着嘞，选到它往里面吊着嘞，选到它往里面吊着嘞，好，Enter 是不是完成了？这样做几次？你等一下要做四次，对不对？哦，因为有四条线嘛，两条直的，两个半圆，你要做四次嘛，安尼吼，较麻烦。来，各位，你看一下我们怎么做。你当初画的时候，这四条线画起来之后，这四条线一定是各自独立嘛，所以你偏移当然要做四次啊。好，来，请看，你呢做好以后，这些线条都是端点连端点，你看都是端点连端点的嘛，对不对？哦，前后这样连起来的嘛，哦，所以呢，它是一个封闭的区域嘛。现在呢，请注意看，我们呢，请各位可以到修改这边点一下，你找这个指令，结合，快速键 J，它是 join，结合，快速键 J 哈，join，J 哈。好，你找这个指令啊，要不然呢，你把就把它按下去，或者给它 J，join，Enter 一下以后哈，你把它全部框起来。好，按个 Enter，各位，它就变成一个整体了。变成一个整体了以后呢，你再做偏移，O，Enter 一下以后给它十，哦，距离嘛。Enter 一下以后呢，找点其中一边亮着嘞，往内，我要往内找，往内点一下，就同时都进来了，按一下 Home 键，好，OK，Enter 结束，好，来交给各位，这跟你们要画的作业有关系啦，所以我就把它讲一下，哦，我们就这样做比较快。